请问一下，那个一根稿文旦，如果春天开花的时候搭配木霉菌跟那个农林菌一顿水要怎么用？老师，又香又美味，来，好，来。还有那个，我之前有在赖发的那个问题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好，来，又香又美味，这个木霉菌哈，咱一般来讲，伊对着这个那我觉得哈，伊唯一的一个这个缺点哈，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信心哈，就是讲伊伫土壤内底呢哈，比如讲伊的族群哈，要建立起来的一个这个速度哈，比较较慢哈，就是讲真侪是安尼哈，所以。有时你会听到咱真侪好朋友呢，讲阿伯啊，你哪从这个对这个木霉菌吼、有一点点意见？无啦，无什么意见，我哪有什么意见吼、这些通常呢，我个人吼、我个人是认为讲这物件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吼、那么你咧用的时阵，就是会当配合这个有机质肥料吼、有机肥呢，来改许呢。来用哈、所以呢，这同雄今天是可以的哈、这个没有问题哈、那么你讲用木霉菌加链孢菌感染，应该目前该看起来的土壤内底哈，这以这个相片所传开，因为那种哈、应该是黏菌哈、黏菌这类的这物件是。这不算要紧啦，我个人是认为讲，这通常是，是无什么款的解决问题哈、所以呢，这个尤其是这种有机肥料，那么也吸引一挂这种腐生的解决微生物过来哈、这通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哈、所以，那么一般你讲要用这个有血丝夹层发酵哈、这可以啦哈、比如讲你先去挖坑嘛吼，坑先挖边，那坑先挖边，你内底要下有机肥对吧？你有机肥该下落。那么木霉菌呢，上好是当地迄个所在吼，还是讲你木霉菌怎啊敲这个有机肥吼，该敲大，你要下的时阵，你该分配吼，比如讲你挖坑嘛吼，血丝有机肥下落，你该敲的吼，这没有问题。你顶管要搁砍这个土豆壳甲米坑粉吼。当然更好吼。你若是要安尼来用的时阵，你会当有机肥去倒吼，土豆壳加这个米糠粉呢，你敲这个敲木霉菌吼。我个人是认为啦吼，如果你若是会当，但是安尼足忝的吼，比如讲你先一烟一烟吼，先一烟有机肥这个加木霉菌呢下伫中烟吼，过来顶管加砍有机肥。吼、这种呢，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吼，那总讲你要操作，应该是安尼会更好哦。就是讲，但是到有必要安尼吼，不一定啦哦。这比如讲你也是伫这个后呢，你有机肥拢下落，下落顶管你就是木霉菌吼、哦。你比如讲你木霉菌含这个后去敲吼，本、来是要含有机肥敲的较歹得吼，所以。一般我是建议讲，你含土豆壳含这个米糠吼，这种去敲吼，乃当有这个发酵过呢，这通常是搁较好啦吼。但是就是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点难度哈，有一点点啊这个难度。那么伫这个大陆这边呢，我有看到一间工厂吼，哇，那个也是很神奇吼，伊是专门咧卖这个米糠吼，加一挂只个壳啊肥吼，但是呢，伊比如讲你要用啥物菌吼，你米糠你甲买吼，伊菌呢你甲买吼，还是讲你家己摕来嘛，无要紧，拢无要紧，伊会甲你准备一鼎吼，一鼎呢，互你去搅吼，底下，比如讲你甲买买这个，因为咱这种物件拢卖下足济嘛，比如讲600公斤，伊一批就是上少就是安尼吼，600公斤。600公斤600公斤吼，600公斤，伊即马落去，伊就互你伫只内底，伊会甲你发酵吼，发酵两工吼，两工了，伊会再去甲你堆起来，甲你堆一堆一堆，较好利用。人已经做生意做家呢，吼，这真厉害吼，我感觉，真个许吼，真个市场吼，市场有这种的一个
啊，就是讲有这种这个要求安尼吼，就是讲啊，目前是有这款的这情形的嘞吼。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吼，小做这了解的吼，这基本上是这个道理啦吼。啊，所以你考虑看卖者吼，然后到许归春家，你要压这个荣宁菌，爱准开来压吼，所以呢。啊，这个效果应该是很不错哈、哦，这些同学是安尼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那是去测的哈，比如讲你个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这个 EC 值过高哈、哦、，EC 值过高，看买下者哈，你讲啊，这个看不太出来哈、哦，有一点点模糊了哈，你讲，但是目前这种 EC 值其实也还好哈、哦，因为。啊，你个0.43、0.多，主要是即个靠问题吼，靠问题应该是即个 pH 值比较升，大概在5.多啊。其实那是伊文胆来讲呢，当个较管结束啦，那么应该会更好啦。啊，只是讲这无啥要紧吼，就是讲啊，你即个 EC 值其实这个不高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无问题。纯即个有机质呢。啊，会比较问题比较多一点点而已哈。就讲这个啊，有机质的这含量哈、哦，这通常是啊有这款的这个情形哈、哦，所以基本上是安尼哈。那么哎，为什么也个测这个碳氮比哈、哦？嗯，这个我就不太了解，偷用怎么会测碳氮比呢？像这么好，还测到碳氮比啊？啊，这应该是一个换算的哈、哦，就讲。啊，一般伫这个有哈、哦，这个物件哈，那是植株的一个这碳氮比，当然最重要哈、哦。伫长顶咱那是适当的一个所谓这个碳氮比，就是讲碳是一个植物的累积的一个这个营养哈，并讲这部分呢啊，所有的营养伊到尾啊拢会变作碳哦，淀粉之类的这物件啦哈。啊，改这累积起来，所以你这种碳氮比，这应该是啊，这个有机质的这个含量哦，应该是有机质去乘以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啊，这个系数哦，啊，就变作这个碳哦啊，去估算啊，然后含这个氮呢去做去除，然后啊所得到的一个这个比例啦哦，这我猜应该是。是这个样子啦哈、哦，那么这个物件，这当然会去影响到这个来年哈、哦，来年的一个这种啊，比如讲你碳氮比哈、哦，那总共是这个碳的一个啊量稍微高一点点的，就是有机质含量管这不要紧哈、啊，你要是氮的含量全过头管哈、哦，啊碳氮比变小啊、哦，这种呢就是啊这种那是有呢变数字较小的、就是。就是迄个氮的含量高，啊，氮的含量很高的时阵，通常较伊会较旺长吼，会去影响到啊，这较容易影响到这个开花啦吼，这通常是啊是有这款的这个道理吼，所以呢啊应该是会是为这个影响吼，啊一般来讲啊，这个是予咱有做一个这参考值啦吼，就是讲咱参考看卖啊者，啊看是到底呢是虾米款的这个。啊，这个问题啦哈，所以这最主要是安尼哈，所以这好，你需要做了解哈。那么这个看起来哈，这个碳氮比呢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啊，比如讲以小于33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这个啊，合适的一个这个比例嘛哈，就是讲你这款呢一个这个啊来改伊啊，哦，今嘛哦，台湾今嘛在进步。这个报告花很多钱啊，碳氮总碳分析仪燃烧测检测啊，你看咱这个分析一次成本要多少钱啊？你分析一遍呢，这个成本呢，大概要超过450块啊。分析一个样品大概要450块的成本，包括一台机器也折旧，一台机器足贵的啊，这种是。啊，这种总碳氮分析仪是一个叫做马氏燃烧法去做的啊。那么以用这个，所以我、哦、这个有机质还不是以这种的一个碳的碳氮比，还不是用有机质去估算的哈、啊。不啊啊，这个还讲错的哈、啊，还说这个是有机质去估算，也有机质应该是用总碳氮分析仪去估算有机质含量的病啊。这个啊，这个不太这个、一般来讲，咱这个。
有机质咧测咧测定的时阵是用燃烧法300度去甲烧，啊烧掉减去的迄个物件就是有机质含量吼、哦。啊，总碳氮分析仪就是讲伊去甲烧吼，即、哦這个然后他去分析哦，这里面呢啊碳吼、哦、啊氮吼、哦，然后看甲伊啊即、這个检测出来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叫做这种的一个方法呢，叫做马氏燃烧法吼、哦，马氏燃烧法啊测出来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啊这个很准啊、哦，这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啊，这个机器啊，不好用过哈、啊，最近呢，啊，才在用到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大概要450块每一个样品哦、啊，测完，所以其实这个还挺不错的哈、啊。好，这个应该是不什么问题哈、啊。那么你这个碳氮比的这个啊，在正常值哈、啊，就是说没有超过一个危险值哈、啊，那么这同学呢会好一点点哈、啊，等于讲。那么这些物件呢，也啊，内底就是表示伊的一个这种平衡哈、哦，会比较 OK 哈、哦。那么没有关系哈、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，但是也不能太小了哈、哦。这些物件呢，较细有时间啊，因为你这个氮的含量不高哈、哦，咱咧看的时阵啊，除了看它比例以外哈、哦，还要看到它的那个本身的这些含量哈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应该的。开花的一个这个部分呢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袂讲啊，氮呢太高了啊，你若碳伤过头高吼，碳伤过头高的时阵，就是表示啊，你这个测的时阵，土壤内底啊，这种未腐熟的这种有机质的这些成分可能足高的吼、哦，这碳足侪啊，碳比若伤过头高，就是讲它氮很少，碳很多，碳很多的时阵啊，通常以这个爱。持续有机质爱持续被分解，持续被分解的时阵呢，啊，有可能哈，有可能呢，就会有一个这个啊缺氮的这现象，所以这物件嘛，未使伤过头，未使伤过头高，哈、哦，伤过头高的表示讲这个啊碳的含量伤过头多安尼哈。那么一般来讲，这种碳氮比的这个有呢，这多数是用的啊，用伫咧分析即个植物的即个叶片吼，即、哦這个叶片呢，即个这种啊，即、這个反应啦吼，即、哦這个多数是安尼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即马啊，其实台南厂真的是毛起来了吼、哦。那么这份呢，即个报告吼、哦，大概在啊大陆的即个收费吼，即、哦、一般的即个收费呢，啊，这个大概可能要花到你超过哈、哦，一行100块嘛吼、哦，你甲省吼。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碳氮比零哇哈，11、12、13哈，啊，1300块再加200，大概要1500块哈，1500块的这个上俗的哦，我讲的是政府补助哈，1500块人头抓哈，啊，较做会起来，你做两下拄啊好3000块，就拄啊甲政府开10000几块去哈，这个报告要花了10000多块哈。那你就知讲这种的这个可怕性哈、哦，这种呢，这其实啊、有当时啊，咱拢讲和平讲真的哈、哦，这个啊、爱多多利用这个善用这种的这个资源哈，这那么你也当有一个较好的这个分析，哎，当去了解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应该目前应该看起来呢，这个还好哈、哦。那么，伫这个肥料的这个用量哈、哦，500一丛呢，各自2公斤的一个这种反效磷钾肥哈、哦，那这种的这个物件2公斤哈、哦，2公斤哈、哦，这个量呢，其实应该是有一点点。高啊、哦，这啊、但是也不管怎讲，你种的这个反效性的这个磷钾是虾米款啦？吼、哦，一般来讲呢，啊，咱伫一丛吼、哦，一丛这个你的时间会当冻了，我唔知呀哈、哦。那么一丛这种啊，咱的较正常的这个啊，柑橘类来讲哈、哦，柑橘类来讲呢，啊，你有落这有机肥个这个肥呢？那么在肥料哈，其实会啊稍微拖了一点点哈。你克鲁化麦解哈，这我们怎样讲啊？这无经过一个精密的这个计算哈，所以啊，较无讲真了解哈。因为正常你若讲伫这个啊较成长哈，生长较大，并讲以你一丛这个文旦哈，那个采收这个
一百二十公斤来算吼，一丛那是一百二十公斤加息吼，假设那是一百二十公斤的，即就是讲一丛满两百四啊，满两百斤吼，一丛满两百斤。以这个量来讲呢，以一年吼五盒啊吼，五盒啊用量差不多六公斤都有啊，一丛，规年通天六公斤都有啊，六公斤就够了吼。啊，六公斤、六公斤之内底，你这个就占两公斤去吼。所以我唔知迄个计算的这个，所以你家己小杂一下，就是讲啊，连讲这个返校伊是啊，你爱知影吼，这个国外的这个返校费伫台湾的时阵吼，拿到台湾的时候呢，啊就不太一样吼，你爱清楚知影这款的这个啊，这种药吼，就是它比较要特别小心吼，尤其呢这种返校费哈。在国外啊，因为这个温度哦，这个25度、27度哦，这因就讲热死人啊！哈，啊那28度呢，因就讲要去自杀啦！哦，所以啊，这像西班牙、瓦伦西亚哦，真差不多是这种的这个，所以一种返校费因做出来的时阵，在咱含咱台湾这种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哈，啊，一种返校费这变化是无啥共款啊，你稍知影一下呢，基本上是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哈。那么稍杂一下哈，反正你总量控制哦，总量控制呢啊，你稍知影一下，大概那是200斤哈，差不多伫这6公斤到7公斤，一年哈，一年总量一五盒啊，这总量啊稍杂一下。那么后摆看卖啊，这是安怎啊？再来改伊做一个这个啊，做一个这帕省安尼吼，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。好，这个大体上安尼来改做一个这回答哈，就提供给你做参考啊。嗯，